马华中央领导、民政的领导，各位华商以及华团的领导，各位同志们，我们国家是在2015年4月1日呢，正式的试行 GST， 也就是销售税，以取代之前的 sales tax 跟 services tax。 sales tax 当时是10%， services tax 是6%。 那各位，那么过后呢，是在2017年，印度也正式的应用这个 GST， 一直到今年有另外两个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以及 United Arab Emirates 也开始实行这个 GST。 那各位，其实实行这个 GST 呢，虽然有些国家可能用不同的名称，比如说 VAT Value Added Tax， 而世界经济的强国呢都应用这个 GST， 而这么多国家里面，一直到现在呢，总共有164个国家已经应用了这个 GST， 而有他们这些国家164个国家里面呢，实行了 GST 之后呢，就从来没有撤退或者是取消 GST， 嘛包括嘛一些西方的国家，相当民主的国家，时常换政府的，都虽然换了很多次的政府，都从来没有取消过 GST。 那各位，而在东盟10个国家里面呢，我们总共有8个国家也都实行了 GST。而最早实行 GST 呢，是印度尼西亚，早在1984年呢就开始实行这 GST。而这个8个国家里面呢，菲律宾它的税率呢是最高，12%，而马来西亚呢 GST 的税率只是6%，是最低的一个国家。那各位。Next slide。 那对于这个 GST 来讲呢，可以讲是一个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也不分国籍嘛的一个税务税收。那这个不分国籍呢，那其实马来西亚呢每年都引来几千万人次的外国游客，马来西亚也有几百万外劳，而这个外劳跟游客呢，他们也没有给所得税，没有税务嘛，只有呢 GST 呢能够使到外国人也一起来分担。既然他们在马来西亚呢也享用马来西亚的就是44倍，所以这是不分国际的一个税务。那各位，其实马来西亚这个 GST 呢也不分种族，因为很多人讲嘛，一路来一般上都是华人需要缴税嘛，缴税也比较多嘛，这很多人华人都会这样认为这样讲。而这个 GST 呢，其实不分，它不分你是哪一个种族嘛，各位。而马来西亚呢，人口有3200万，那在人力的方面呢，是1460万，而交所得税的呢，个人所得税呢，只有227万。那各位，这个作为 GST 呢，是对于每一个国民来讲呢，都能够只要有消税呢，就分担了。就是他们都有分交税，
不是单单一个种族而已，是全民都，不论你什么年龄、什么性别、不什么种族、什么国籍，也需要来分担国家的这个负担国家的税收。那各位 ，GST 是在2015年嘛执行，是4月份，而执行之后呢，嘛这几年来，其实政府也调低了其他的税务，其中包括个人所得税呢，由26%一直调低到现在的24%。个人所得税呢，也有25%呢，调低到目前的24%。中小型企业公司的所得税由20%呢，调低到这个19%。那各位，也就是说呢 ，GST 的实行之后呢，减轻了个人或者是公司的那个负担税务的负担。那各位，虽然这个 GST 呢。嘛是看起来是6%，嘛其实呢，很多的那个项目呢，或者那些物品呢，都是行零或者是豁免嘛 GST 的一个项目，嘛其中包括基本的那食品，嘛石油嘛米啊、盐啊、油啊等等，水电费、公共交通，嘛，甚至呢也很多的药物，很多的药呢也是嘛豁免或是零税务的，嘛也包括那刊物、嘛报纸、嘛杂志等等。嘛各位，所以如果全部的一切的嘛货物呢，那总合起来呢？可以讲它的税务呢，其实就没有6%，可能是到4%而已。那各位，那么对于 GST 呢，对next slide。OK， 这个 slide 呢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之前那个 Sales and Services Tax 里面呢的税收。当时是2014年里面呢，是总共收了172亿2000万。在2015年这次执行这个 GST 的时候呢，是在4月1号开始。那么在的还之前的 SST 呢，是3个月里面有82亿多。那么在9个月的另外的2015年的下半年9个月里面呢，有270个亿。而一直到2017年呢，那 GST 的总收入呢是443亿。马各位，我们就看政府的财政预算的呢来源，它来自是什么东西？嘛，其中包括的税收那么方面呢 ，GST 呢是在侵蚀这个部分，就是由 custom 负责的 custom 这个负责的这个税收里面。嘛，各位，那么有很多人问 GST 的税务跑去哪里？其实政府的一切的税务呢，不管你是直接或者间接的税务呢，都进了个统一 consolidated fund 里面，在统一的基金里面嘛，也所以就没有所谓的说 GST 嘛有特定的项目，有 GST 的收入是只是用在什么地方里。它是全部笼统的，全部放在一个总数的一个统一的那个基金里面。我们 OK， 这个是我们的税收呢，又怎样去用？嘛，国家的税由的税收的方面用在哪里？嘛，各位，其实这个 chart 呢就告诉我们，嘛，整个在这2018年，我们预算要用在什么地方呢？都在这边。嘛，其中包括呢，主要是。嘛，可以总括来讲，可以说是嘛 ，OE 跟 DE 就是行政或者是一些建设发展的方面的应用。嘛，各位，这就是包括呢，嘛，我们这个税收呢，收入呢是用在建学校、建医院，这个公务人员、
没老师医生等等的那费用是全部用在买收到有多少用在那边全部在里面了。各位 next slide。 那么对于这个我们的因为有了 GST， 我们的整个的国家的收入呢可以讲是已经多元化，不再好像以前只是很依赖石油产品。我当时在2009年呢，石油的产品呢是整个国家收入的41.3%。在2015年，它石油的整个国家的收入里面占了21.5%，那么一直下降。到2016年呢，它下降到呢14.6%。那各位，石油那对于国家的那产品的收入减少呢，主要是因为石油曾经一段时间呢，在几年前呢，它是掉得很厉害。平均在2014年，本来石油的价钱，原油的价钱是$99一桶，到2015年的时候呢，它的价钱跌到$52，也就是在原本的由2014年国家的收入呢，在石油的产品里面是66.3%，后来在2015年它掉到47.2%。那么在2016年，当那个石油的价钱掉到$44的时候呢，国家的收入呢，就跌到30.9%，就是339亿。那各位，也就是说，在两年里面呢，就是2015、2016年里面呢，国家少了35.4%。那各位，而自从实行这个 GST 之后，国家的收入就可以讲就进入多元化，比较多元化的一种。因此呢，国际啊，国际品级呢，就依然把我们国家的品级呢，放在 A 级里面。虽然曾经两年前就开始呢，我们全球面对着经济呢挑战很大的时候呢，我们国家能够依然的被这国际评级呢，把它还是依然的放在A 级里面。如果同时比其他一些国家呢，特别是邻国，也是在最近这一年里面呢，他们的品级也有稍微的下降。对于有反对党讲，当他们如果执政的话呢，将会废除消费税。各位，这方面呢，刚才一些早前的 slide 里面有讲到呢，2017年我们的 GST 的收入是443亿。如果我们废除或者除掉这个消费税呢，那么这个我们的收入，原有的收入呢，440多亿里面呢，我们哪里去找这样的钱来支持国家的行政或者发展的那个开销？各位，所以反对党虽然在他的Manifesto 里面呢，讲到要废除消费税，但是他没有跟你讲，当他失掉这个来源的时候 ，GST 的税收之后，他是需要在其他的方面的税收呢，去增加或者增些新的一些税务呢，来弥补这失掉的收入。也可能呢，可能他会。那甚至是需要去借钱来维持行政的开销或者发展的开销。所以反对党所讲的这个
把非族消费税呢，其实是一个不实际，纯粹是个民粹的那一个口号嘛，甚至呢，也是一个打击商业环境的一个很不对的一个，或者是嘛的一种做法嘛。各位在这边，我就以上面的这个短短的分析跟大家分享，谢谢各位。